迎来到你闽南碰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伫每礼拜六暗暝六点来收看我闽南通节目，我是丹心。过几个月就是冬节了，每到冬节，大家一定拢会想讲，哎，要食什么，甲啉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古早时的人过冬节是比咱啊，搁较精彩，搁较丰富。所以伫这期的节目当中，丹心啊，就要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去过一个又搁传统又搁特别的冬节。冬节是咱中国古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。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咱中国已经用土圭观测日头，测定出冬节。伊是24节气当中第早制定出的一个。冬节是北半球全年当中日时第一短、阴时第一长的一日。过了冬节，日时就会一日一日变长。冬至俗话讲，冬至、冬至节、压岁，古代人对冬至真重视。冬至予当作一个比较大的节日，有冬至大哪年的讲法。全国各地有庆贺冬至的习俗。日本阿妈冬至是伫食圆仔的。那即阵真侪人为了讲方便，所以啊，拢爱去超市买一罐速冻的圆仔来食。还记得以前老人总是爱叫囡仔围到店来做营养，做了以后，佮煮起来给大家，非常的劳力佮温馨。那今仔日担心嘛要来做营养，不过一个人做营养是真无聊的代志。今仔日我嘛是请到戴阿姨啊，讲到店来做营养。戴阿姨你好，哎，你即阵是咧？乌糖透白糖，哎，煮起再好食。哦，够有迄味。啊，再水食好食。嗯。阿姨啊，那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咧？红色的红菇，你要来，等下弄这个，这圆啊，最色最红色。哦，是，我会记得，咱细汉的时阵，好经常食这个圆啊，就发现有红色的，有白色的，那这红色就变腻出来是？腻出来。那为什么就有种红色圆啊咧？因为咱冬至就敬神拜祖，所以就是我啊红的圆啊穿，对神明、对祖公的一种敬意。哦，就是讲，那咱做的那些红菇啊，是不是计同款，计是爱穿红色？我即阵嘛要来跟阿姨到底来做营养。冬至圆分做红、白两种，红的叫金圆。白的叫做云圆。古早时冬至迄一日，天阁还袂光，查某人就起来起火煮圆啊，先敬天祭祖，再阁合家围咧食汤圆。所以闽南的冬至，袂讲冬至快乐，这是甲祭祖的习俗有关系。闽台两地的百姓，拢甲冬至看作是返乡祭祖的重要日子。冬至的祭祖甲清明节的祭祖合起来，合作是闽南的春冬两祭。祭祖仪式完成以后，当地中道应应的举办盛大的宴桌，乡族人一般伫个时堂就就地大开宴桌。踮个闽南的一部分农村，照样保留着冬至最冬的习俗，就是当年冬至的时阵。家族当中选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来操办宴桌，中道请全家族的人来吃东，肉就大颗，菜就够多。观众朋友，您看你所有圆无？这就是一个圆啊，所以
亲像烧出来的感觉真正是无相诶。啊，伊除了这款鱼诶，这款鱼啊吼，我印象当中阁有人做迄个背部刻画诶形状诶鱼啊，这是为虾米咧？有啥讲法伫内底无？有啊有啊，啊伊以前哦大集体嘛，啊大家做山做工分哦，两手同计分诶。啊，大家就厝内就搞咧副业，饲猪、饲鸡、饲鸭，啊，拢咧卖一领，通着起厝哦，娶新妇哦，啊，你嫁走啊，娶新妇留咧，通来补贴家用。啊，所以当做啊，当做就大家做真侪，即个鸡母鸡啊，去敬神明、敬祖公，啊，敬敬的，即大人囡仔，大家来食咧欢喜。哦，所以有种讲法的。啊，就是安尼，通要哦，敬神明的意思就是讲，通要安尼保庇哦，通予咱饲大堆、起大厝哦，过啊，什么拢总有，啊，当个保身体哦。当作一来，就进入农营。当达个人伫半点一年休息的时阵，啊，就奖励一个遐个动物。俗话讲，人休出一早，牛休当作早。当作这一日。就叫牛休息。是庄稼人对牛这一年来辛勤劳作的感激甲报答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内，当作最当体现人类甲动物之间亲密而美好的关系。这个甲家禽家畜相关的风俗，是农耕社会遗留，也是古人第一朴素的期盼。汤圆已经煮好了，哎，好不好？是啊。来，那阿姨给我们倒一下汤圆。阿姨，这阵这已经算是煮好啊，煮好了。来，一个一个来，走，来。我们先，最远的小妹妹来一个，要不要尝尝看？来。谢谢。哎呀，都好礼貌哦。来。阿姨，这是红糖落去煮的吼，所以红糖、白糖，是啊，规个迄个汤色拢真水吼，搁真香。是，讲没有，所以讲，我以前真正感受到吼，家己煮出来、家烧出来这鱼啊来去煮，这吃起来滋味是无相款的。所以讲，咱观众朋友会当人讲找一个休息哩，专家啊，斗阵规者斗阵来烧鱼啊，家己煮起来吃。我感觉讲，伫当作宣讲，也无应该只是一款形式，应该讲是咱全家人斗阵啊，来去共同完成这鱼啊，来去斗阵过冬，遐尔快乐的代志。一个城市四季走动，但当人讲啊，其实古早人伊活动的范围是较小的，寒人非常的寒，因基本上是真少出门的。安尼是要做啥物咧？其实啊，伫古代的时阵，即当作迄日有一个真风雅的、真文艺一款活动。这活动到底是啥物咧？陈生啊，伫遮先甲大家讲，要带大家来看卖的。陈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你今日是来为啥物咧？因为我画的是叫做九九消寒图。什么叫做九九消寒图？因为伫个古早时阵呢，这冷甲天气比即阵较明显。古早人呢，因为他惧怕冬日，所以他们就会画这种九九消寒图。在冬日里面消遣，画满81天，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。对。那我看你这幅图吼，这边那休息已经完成了，是不？是。这是梅花吧？是。那为什么有高瑞呢？我算一下，因为讲话就来得。因为你看到有高瑞嘛，这是第一个九。那每一朵上面又有九个花瓣，对，每一朵拢有九个花瓣，对。你为满八十一日，
九到八十一日，这个寒天就过去，咱就按冬至送做第一日开始。所以我感觉国家的人确实是非常有智慧吼，因这款是文化的这种活动来相互施工。所以先生，我想要问一下吼，亲像你为这梅花，伊的感受有啥物感觉无？就是讲，一般是用啥物颜色来去画的呢？一般文人都是用墨，或者是直接用较冷的色去画。但是呢，古早时有的女的伊会用胭脂去染色，对，早晚迄个外面就胭脂，是，没错，去红色去染迄个花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讲有这款较浅的色，也有较红艳的色，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古早时的人用墨、用颜料、用胭脂来去染这个梅花色。那今仔日啊，我嘛要创新一下，因为詹先生，咱用这个橡皮泥来染做这个。我也可以了解打给你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贴好不好？一起把这个一起贴上去。对。冬至过后，天气渐渐啊冷落来，个人的活动受到限制。第二年发明了这个室内活动作为真长的寒人的消遣。冬至这一日。为一丛梅花踮咧窗仔顶，或者是墙顶的白纸，逐日早起梳妆的时阵，用胭脂染一瓣梅花，等九九八十一片花瓣围满，独通满园春色，就知影是春天来了。听讲九九消寒图是古早最第流行的冬至习俗。这九九小寒道呢，可能是一寡这文人啊，所较介意这种活动。那今仔日嘛，真欢喜会当请到这阿祖阿姊，同介绍者有啥物伫当作时阵，有啥物活动是较接地气，而且较生活化的呢？比如讲像泥巴，泥巴是比较生活的，因为伊的泥巴原料呢，会使取自所有大自然的东西，比如说像柿子的皮啊，还有枝子啊。经常要用再用的板蓝根啊，这些都是不难办的天然的染料。所以古早时人就是用这来染布。是，对。那我咧想吼，可能有你拄只嘛讲，这物件拢是来自锻炼的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这物件应该是较天然，对身体嘛是较好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一般伫冬至时阵，咱染布，伊较多的是甚物颜色呢？比较浅面颜色，比如讲像板蓝根的颜色，靛蓝。对，还有一些深紫色，这款是吗？对，它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，是。它晴啊，对，是。那阿姐，咱今仔日要现场来泥布一下，对，我教你真简单的扎染，对，来，我带你。比如讲咱徛起吼，一条是比如讲像咱种落手巾啊，就简单的手巾啊，咱就会使用真简单的方法来做到唔粘落安尼手巾哦。啊，比如咱去我这边啊，去我这边啊，只去我好是，就去我真济，这个方法拢真简单。安尼个。对。可以随着很多感觉走，对，有淡薄规则，啊，你这边来 Q 掉，这边 Q 掉，蛋仔呢，从那安尼滴落去，滴落时阵，这边 Q 诶，它就贴在这里，啊，那有的蛋仔，夹起，对，手以这个为感觉，好，回来时阵扎回来，对。就可以很形成很棒的、很自然的图案。白染分做白格加染色两个步骤，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。染色进程先把植物部分拍格，予伊袂当食色或者少食色，安尼形成深浅无均匀、层次丰富的色块。白染工艺。有一百多种变化的技法，古朴而佫新颖，
更加让人惊奇的是，就书甲像正清上万的甲，捏出以后也未去有相像的花色出现。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，是机械印捏工艺真歹达到的。宝格的单性或金瑶再当人看到新歌，那伫所来的时间内底，阿祖阿姐啊，要过来捏一块搁较大的布，咱到底来去看卖吧。当作时阵，正是岁月年终。古早时的查某人，就开始咧无闲，为做日的到来咧做准备。捏布就是其中的一项，织布捏绣。为家人添置新衫，为家宴铺上新桌布。布呢的颜色，这是根据节日的气氛或者是个人的爱好而定。呢布具有美学价值，更有实际意义。这个手机嘛已经创好啊，您看这颜色是不是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水？阿姐，您拄只是不是够捏其他的？哦，对，我拄只捏一块较大块的，就是大哥会使合作的大块，这个会使当桌布啊，比如讲像咱像你们厝顶大这围巾，咱会使家己捏啊。哦，过瘾的吼。有。所以讲，真正我感觉。家己呢部是一个上界自然的代志，而且咱拢知影，就是大厝边的物件安全，肯定是无问题的，用起来非常的环保。所以嘛，我嘛希望讲，观众朋友如果有闲的话，当伫厝内面家己试看卖，你安尼一块布，或者是一个围巾，家己戴起来，有这大厝边的味道，戴起来更加心情更加美好。就铺到桌仔顶，咱时阵就要上菜啊！即、這个当作的时阵，一定拢袂少即个食的物件。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啊，邀请到即个江阿姊，江阿姊，咱倒进来探讨一下吧。咱即个寒人进补先食啥物较好？那我看到你为阮准备了啥物件？遮有物件我是知影啦，亲像有即个是陈皮嘛。啊，这是薏仁嘛，是不是就蒸牛嘛？那这个是马草菌吧？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这马草菌就是那抓地最贵东西了，特别适合在这个冬至的时候来食用的一个食材，也算药材。然后平常如果是不是那么的方便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煮甘蔗水饮，也能够解内燥啊，然后清肝火啊这样。哦，比较平这个马草菌去煮甘蔗，煮水。是。哦。那是咱地出来嘞，会使去滚鸭汤。就真正好的一道菜，直接摕这个马草滚滚安。那是年代即隆重的时代啦。哦，隆重你只摆出来只，到底来滚只安？是啊。伊有啥物功效吗？是，会使是迄个清内燥。然后呢，也可以解一些热毒啊什么的，因为到秋天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，比如说习惯熬夜的人啊，或者是他的体内比较热的人，就特别适合饮用这一道汤。刚才你有话很丢讲讲解不？平时咧，咱如果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鸭子呢，就是给它切件过水了之后呢，直接就放到煲里面，这样子。如果是说不是秋冬季的时候使用，可能是加别的食材。那秋冬季的时候呢，吃鸭子本来呢也就是比较温补，比较平和。它性比较平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马草菌呢，也是清内热。解毒的，然后这个是祛湿的薏仁，然后生地是凉血补血，我们给它放下去，然后陈皮呢是顺气的，那这样子我们就药材全部都放完了，把水加下去，那就可以看。对，然后呢会加一点点的料酒，或者是像我们自己这样的那种米酒比较去腥，然后就可以上火，到火上面煲大概一个到一个半小时，这样就可以饮用了，很简单。观众朋友啊，这个呢就是拄只这个刚阿姐向介绍的，咱这个当水时阵上好饮的这款是煲的汤，是不是？那是。无主持人你试试看。好。这个差不多炖了一个半小时，非常的清。然后呢，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稍微的滋补一下。是。
看这个颜色就感觉讲，诶，这款鸭汤是真清的。不过伊的表面吼，因为有放一寡，拄只讲的，亲像有只毛草菌啊，也佮有一寡甚物生毒的之类的物件，所以也是有这那药物的色伫内底嘛。那我试看卖。嗯，袂歹哦，观众朋友，这个啉起来滋味阁是真好啉的，而且啉起来袂感觉讲诶真油、真艰苦迄款味吼，反倒是有淡薄真清，毋过真温补迄款感觉，真滋润的感觉。所以讲，来有闲的话，当人伫厝内面试一下，当做时阵，伫晚你就要起来啉哦。白毛菌是食物白毛的菌群，秋天的路边、山顶生满了白毛菌。菜叶、水清气、晒干，杜莎、秋菌白做一小杯，就做一味中药。用个凉血止血，清热利尿。伫个气温高达30度的冬天，阳气袂降，人真爱变杂浊。用白毛菌甲甘蔗榨汁，或者是加上老鸭炖汤，会当去杀体内的涩气，互身躯安静落来。人啊是真爱食啊，恁想看卖，比如讲盐水啊、卤啊、酒啊，还有还佫烤啊。哎，当人讲啊，即、這个伫冬至时阵，甚至有个人去买只姜母啊，去伫排队。姜母啊，其实来当人讲是一道咱即个冬至进补上好的一款美食，因为姜母啊会当人舒缓润气、养胃健脾，还佫气寒化痰。所以讲，这是一道非常好的咱当作进步的一道美食。因为我感觉讲，其实用心进步无需要买讲真贵的食材啊，或者是讲药材，是其实咱用这当季好的这款食材来去互相真适当的搭配，就当然真好去到这进步的效果。亲像这油麻炖菜头，又够加鱼炖菜头丝啊。拢是上佳好诶，咱寡人进步诶美食。毋过即两道菜当中吼，主角毋是牛肉，还佫有一只鱼，其实主角是配菜菜头哦。菜头诶功效伫个寒天效果非常好，有当做食菜头赢过小人参诶功法。菜头味甘佮苦，性凉，有下气定喘、止嗽化痰。清热解毒的作用，啊，佮会当促进胃肠蠕动，增强食欲，对人体消化系统真有好处。这种功能，可以赢得小人参的美称。我想到菜头竟然有遐尔多的功效，所以讲啊，用心一定得食这个时令的食物，一定得顺应这个季节、日头，也佮有天气，千万唔通盲目的进步。这片呢是老祖宗留予咱的真宝贵的财富，顺应自然，适时的调节。我想啊，利用咱这自然的礼物，也够高人的智慧，这才是准备冬至第一好的办法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期的闽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。如果您对闽南文化感兴趣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，想要来跟丹心交流的，欢迎您敲阮南部的热线，或者是关注丹心的微博。咱下个礼拜六暗暝六点继续收听闽南通节目。伊是台湾三宝之一，嘛是台湾人吃喜的一定着有的美食。一道流传千年的闽南名菜，为什么用纱布包掉？形状哪亲像大印？代志过去千年啊，伊的古老的制作手艺是毋是搁再会当人出现？12月26号暗暝六点，下门卫视闽南通为您揭秘台湾风味古老做法。